安本先生，曲秘书的上司的儿子被你们日本人带走，今天是来讨个说法。曲秘书是军人，在日本皇军辖区从事间谍活动。你们是怎么打算的？安利枪决。那你今天还来赴约？曲秘书今天是来兴师问罪的吗？安本先生，您不用误会。 我是带着条件来跟您谈的。嗯，很好。什么样的条件，你们才会释放曲公子呢？情報。これは私の委託人が出した唯一の条件だ。もう一度言いますが、制限は24時間。日が暮れるとそれで期限切れだ。わかりました。どのような情報ですか？少しお伺いしたいのだが。 お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有他妈这么谈事的吗？沈先生，请稍安勿躁。有些生意上的事情，必须要这样谈。当然，不会损伤您的正常利益。至于我跟坂本先生之间的事情，您还是知道的越少越好。坂本さん。 話は戻りますが、君の誠意は十分感じた。私は聞きたいのは、日中戦争に対し蒋介石委員長の決心と意思をお伺いしたい。どうかね。戦います。徹底的に。もちろん交渉する余地はまだありますが。よろしい。中国軍が最後まで戦う気であるのならば、 部長はきっと価値のある情報を我々に提供することで息子さんを無事に取り戻したいと思うはずだ。君はどう思うかね？わかりました。しかし少し時間をください。あなたに明確に提示をしておきたいことは、この期間中極公使の安全の確保です。もちろん人道的にお願いします。ご安心ください。 少晨，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你看你抽这么多烟，是不是遇到什么烦心的事儿了？让你给猜着了。是曲公子的事情。不是单单为救一个公子哥那么简单。 他们的目标是曲怀顺，他身为军政部副部长，你应该想到这意味着什么。你听到些什么了？哼，这两个王八蛋当着我的面用日本话交流，这是明摆着想背着我搞交易。那怎么办？要真发生什么事情，还不把你也牵扯进去了？ 有个人能牵制他们，能洗清。你是说延任？128淞沪抗战的时候，不是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吗？ 试试吧。
景琛，什么山？任哥，多派点人在四周守着，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任哥，你是不是觉得四周有人监视你？任哥，你这几天太累了，精神紧张，出现幻觉了。那天所有的人都清清楚楚看见张铁桥被烧死，而且人是我亲手来。 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从来不离手的烟斗呢。那刘栋被杀怎么解释？谭振刚带人干的，干完就送走了人凶。这在香港警局不都做过结论吗？人跑哪儿去了？主子张铁桥死了，他们能不散吗？要不是伊丽莎白医院枪杀案连累我们在香港关了几天，趁热打铁，他们也跑不了。 你想的太简单了。报告，沈孝臣来了。任哥，他来肯定是问罪。我让你摆的东西摆了吗？摆好了。下去吧。是。 谁也来了，啊！就你们这些人的胆儿，还敢在上海滩混啊？啊！哼！忙吧，忙吧，忙吧！就这反应，哼！ 来替我保管着，让你们头放心。二哥，原谅我。 我只有陪着大哥的灵位，终生忏悔了。刚摆上的吗？有这个必要吗，二哥？ 我没必要跟你解释，所有发生的这一切，都不是你我能够预料的。我今天就是来清理门户的。放下！ 兄弟之间的事儿，滚出去！撤！二哥，我没想到你用这种方式替大哥报仇。开枪之前，兄弟想说几句话。 二哥，我问你，要是今天死的不是大哥是我，你会不会替我报仇？你个小人，怎么能跟大哥比？怎么不能比？结拜的时候，我们发过生死与共的誓，不知你和大哥还有我颜人。我杀了大哥该死，大哥杀了我该不该死？回答我。 要不我死不瞑目！什么都是假的，什么结拜呀，啊，什么兄弟呀，啊！
都是兄弟一时大意，没想到沈孝臣以这样的手段找任哥的麻烦。这不是他的本意，沈孝臣误会我了。我对大哥的怀念是真心的，冰蝉，通过这件事，我就能看出来，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还在。 若斌，大姐，云婷都已经安排好了。好，我这就去告诉崇光。嗯。华先生，崇光先生，我们又见面了，真是始料不及啊！华先生居然安排在云庭兄的公馆会见崇光。<笑>崇光兄啊，你可不要小瞧我呀、啊。 我一向信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从接到你要约见华先生的时候，我就已经决意将寒舍作为你们两个老友的叙旧之地。啊，请坐，请坐，请。请来，张先生，您请。好。来，云婷。好。你们先聊。哎， 我党在上海的组织正在全力发动广大的产业工人，向云庭兄这样的爱国企业转入内地，绝不留给日本强盗。先生的意思，上海守不住了。嗯，是这个局面。蒋介石正在集中精锐部队在上海同日本人决一死战，其目的就是让工业和经济做最大的转移。通过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蒋介石彻底认清了。 他和日本人在外交方面的构想是不可行的，值得欣慰的是，他已经接受了我们延安政府关于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方针，决定迁都重庆做长久打算。国难当头，这个蒋中正也该幡然悔悟了。先生这次回上海，我很清楚，是不是冲着延安而来啊？ 冲光兄，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在这种时局当中，我有几句话，希望先生三思而后行。先生请直言。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蒋介石对全国民众的抗战热情以及对抗日转变的态度，是日本人所始料不及的。日本人现在要挖空心思，策反蒋介石身边的高层人物，其目的就是想知道 蒋介石对抗战的决心和底线，以及战略上的部署。崇光先生，现在中日战争已经进入到白热化的程度，延任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啊。在这种情况下，你对延任的恩怨，以及对蒋介石的态度，要有个重新的认识。 秦秘书，您很省事，彼此彼此，一级机密。
次郎でごい。方国。君にしろ。好了，我们回去。你们一定要信守我们之间的承诺。请你相信帝国的信誉。いいですか。万が一情報が嘘だとしたら、講師の録音テープと供述文はすぐに松陰長の元へ届く。 任哥，我突然想起我表哥了。明天我去看看我表嫂。去谭正刚家？我也该去看看我这个可怜的嫂子了。任哥情深义重，有什么安排？谁都不告诉，也不用派人跟着我。处理要是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 就去那儿找我。明白，仁哥。但是谭正刚在逃，你去会不会不安全？在逃？他真的在逃吗？ 大哥，你果然没死。我要是死了，谁为少真和振刚伸冤？答应我个要求。说，我给我表哥磕几个头，这是你应该做的。 任哥，你来干什么？委员长被日本人的飞机给炸了。天爷，任哥该死，我夏秉辰也该死。但是在这个时候，我求你放了他。要不，我替任哥先死。
袁仁，你死有余辜，但我张铁桥不能视国难如无辜。告诉你的主子，抗日到底。 袁仁小子命大，再找机会吧。英国是中立国，日本人竟然敢公开袭击大使专车，只能说明他们事先就知道老蒋在专车上。念秋、妙玉、姐姐，总算把你盼回来了。哟，敏儿都长这么高了。何阿姨好。崇光呢？哦，他和孝神在屋里等着你们呢，我们要不进去吧？嗯，好。走。 谢小姐，你可真是啊！一到上海就把我大哥藏在教堂里，害得我们是又摆灵堂又追杀严刃的。你还不了解他的性格吗？我哪能指挥得动他呀？这都是他的意思。明儿啊，沈叔叔好。你小叔可是在我们家长大的，啊？长这么高呢。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们人都到齐了啊！ 总不能站着说话，燕秋啊，请大家入席吧。好，大家跟我来吧。伟作来上海前线视察，军委会内只有少数人知道。幸亏伟作临行时改变了计划，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大使的车队被炸翻在了田间，许格森大使。 被炸成了重伤。区长官是不是怀疑，日本人为什么会那么精确地掌握校长的行程，在上海和南京的途中，攻击英国大使馆的车队？不是我在怀疑，是校长在怀疑。校长让你马上赶到南京调查这个恶性事件。 是，区部长在。部长，王侍卫长的电话。石河，是我。谢谢石河老弟，我清楚了。 伟作要亲自见你。是。伟作断言，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而且出在高层。现在是人人自危。王侍卫长关照我，伟作现在正在大发雷霆，我也关照你。 到了南京，再伟作面前说话一定要谨慎，不可随意推断臆想。事关掉脑袋的大事，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你真是胆大。 暴殄，竟敢拿伟作的行踪和日本人做交易！部长，日本人也不是笨蛋，如果不是这样的机密的话，公子怎么能够脱险呢？沈孝臣是个隐患，这个人恐怕也是难以奈何他吧。严仁也不是个省油的灯，难道？ 他敢调查部长不成？
难说，他可是个敢下注的都督。去，马上给沈孝臣一个军火订单，要快。 大哥，回去休息吧。我在这儿陪陪他们。就剩我们两个了，兄弟有几句话要说。说吧。大哥考虑大局，不杀蒋，反倒助蒋，高分两级，也算延任幸运，逃过了这一劫。 可是江湖道义呢？少臣、振刚，还有这些弟兄们的死，这个仇就不报了吗？少臣，你的意思大哥明白。可不管怎么说，老蒋现在抗日。 如果他被日本人暗算了，这个国家就会有土崩瓦解的危险。而只有颜渊，才能保证老蒋的安全。孰轻孰重，让大哥怎么下得去手？ 我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交代。蒋介石虽然逃过一劫，但是大阪对我们情报途径的来源仍旧十分重视。将军阁下，延任已经介入泄密事件的调查。他不过是个小毛孩，徐怀顺不会怕他。 他一定用贼喊捉贼的方法进行自保。嗨！从这次的情形来看，这个人对帝国的作用太大了，大到无法用军队来进行估量。将军阁下，自从曲怀顺赎回他儿子以后，他的那位秘书有意在淡化我们之间的联系。想脱身没那么容易。 我们之间联系的一切证据，都在我们手里。嗨，惠子小姐，上海战争，帝国必胜；对华战争，帝国必胜。随着战争的进行，帝国后续的方法就是以傀儡政府统治中国庞大的国土。曲怀顺是最好的人选，我们应该给他开出。 是，将军阁下。日本人以间谍罪绑了曲怀顺的儿子，曲怀顺让他的秘书求我，让我给搭线谈条件。可是谈判的时候，他们突然改用了日语。哼，老蒋被炸，我想肯定跟这个事儿有关系。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怎么不告诉延任？我第二天我就去延任的特务处，我找他去了。妈的，我差点没让那个王八蛋给我气死，当时我就想宰了他。曲怀顺，国民政府的大害。小哥，有你电话，我去一下。 你好，秘书先生。啊，替我谢谢曲长官。同时，请你转告他，事情做得要有分寸，别过火。沈三儿，明天上午你去接洽一批军火的谈判。 我亲自出面不方便，别让铁爷知道。曲怀顺的事儿和延任说了有用吗？怎么了？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我担心不但没有结果，反而牵累了忠信党。这一点就把延任看错了。 延任真正的主子，只有老蒋。谁要危害到老蒋，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许怀顺的事儿，爹只有他敢碰，而且一定能碰出结果来。大臣，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对，有所顾忌。我顾忌忠信堂和堂口的弟兄们。 我担心引火烧身。少臣，我了解你的忠信堂的感情，可曲怀顺这件事情，危及上海，危及国家，你可不能失了大意。不会的，我明天就去找他。二哥，你说的版本是不是这个人？ 没错，他报的身份是千岛株式会社的董事长，肯定是假的。他的真实身份应该是梨园贤二的高级助手。我不虚此行吧？哼，你又要咽骨头啃了？哼，二哥，你今天来也有大哥的意思吧？你怎么这么肯定？ 大哥没杀我，是因为蒋委员长被炸，他当时就判断出国军统帅部出了内奸。的确，他现在对老蒋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是因为老蒋抗战。如果不是今天他力主我来，我是不会来的。二哥，你来的对。 这件事能够改变老蒋对大哥的看法，更是我们兄弟重归于好的好机会。行了行了，你就别打你的如意算盘了啊！你先说说这个案子你想怎么破？你跟我说实话，你陷得有多深呢？我陷得有多深？当然了，好处是有的，那是我跟曲怀顺私人之间的事。 生意上的，二哥，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动曲怀顺非同小可，没有真凭实据，蒋委员长不会相信。二哥，这些天你只要一切正常就行了。嗯，二哥听你的，崇光先生。 能够转变对蒋介石的态度，也是顺应潮流的大义之举啊！去延安抗战是件大好事，也是我们作为多年朋友的一个愿望。我立刻通过上海的联络点向延安报告。华先生，崇光此行越快越好，抗战如火如荼，我可这一天也等不了了。
您需要点什么？一杯咖啡。好。您需要什么？啊，咖啡，谢谢。好的。好的，好，我马上就过去。是党部的电话。许怀顺要跟我亲自谈谈中信堂口还有各个堂口工厂转移到内地的事儿。我听说大转移不是市政府和工人总会安排的事情吗？燕秋啊，你看你跟我这几年进步了吧？连党政分工你都弄明白了。哎，许怀顺在上海一手遮天，什么事儿都想管正常。沈三儿，备车。是。少晨。你还是多带几个兄弟去吧。嗯。小陈，汪精卫司令部的命令，你被逮捕了。10月12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你们再想想。我们漏什么破绽没有？经过这几次的跟踪，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对方的接头规律，而且今天的撞人事件是精心策划的，我想应该不会引起对方的怀疑。调包李茂中藏入的假情报足可以假乱真。曲邦国已经成功交换，曲怀顺仍旧为日本人传递情报，我想他是不打算回头了。任哥，他能提供一次情报就能提供100次情报，所以咱们收网吧。只是曲怀顺的地位我们动他有点难度。请接蒋委员长侍卫队。王侍卫长，我是严任，请尽快安排我和蒋委员长见面。是的，我非常着急。好，那我等你电话。处长，沈孝成被抓了。怎么回事？没听说。你他妈把话说清楚。是曲怀顺下的命令，警备司令部的宪兵直接动的手，总堂口也被查封了。
任哥，这是有意要绕开我们。有人要灭口，迅速查找沈孝臣的下落。是。是。兄弟，我的爱人，无法回头。